哎呦，老板，全世界都在做直播，你还在拍短片呢？很难，有什么难？安跟牛罢了吗？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MC Joe。要做直播，其实你只是需要准备三个道具：第一就是一部手机，第二就是一个麦克风，第三找一个舒服的地方，你就可以开始直播啦。就这么简单。啊哈，不知道要讲什么，来我们的直播盈利法，让我们为您打造你的个人风格、品牌还有方向，让您轻松开始直播之路。在这堂课里头，我们一定会协助你开始你的第一场直播，而且这一场直播是肯定有 like、有 share、有 comment 以及有 view 的。设计无限量的创意主题内容，学会真正的直播，让顾客自动成交，躺着也可以赚钱。想要学习的老板，马上在下面留言"直播盈利法"，我的团队将立刻联络您，并且免费送上90分钟的直播必备电子版。直播越来越难做，再不开始就等死，钱你不赚，就等着看别人赚钱吧。